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啊，我看到那个长者手上拿了两个门扇呢啊，两个门扇啊，因为那个那些听说那个捷报频传的时候，捷报频传的时候，那些来的那些骑着马的那些带着盔甲的人呢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激动了。他们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激动了，所以，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没有考虑要在门口等的感觉啊。所以武士啊，用两个门扇，把那个门扇起来啊，两个门扇。上去了啊，要维护好秩序啊，然后等到一个周期结束了以后，才把门打开啊，才把门打开啊，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好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好，知道啊，好，知道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